怎么那么粗？我们比较大方。耶、yeah, ！欢迎收看《不安之料理厨房》。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小鲜肉张庭湖，要来跟我们一起做菜。耶、yeah!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庭湖。张庭湖也特别带来了新的电影《窃小金家的旅馆》，到时候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对，请大家7月12号进戏院支持，然后7月6号到7月8号是我们的口碑场。请张庭湖宣布我们今天要做的料理吧。关西大阪烧，请多指教。多指教。中筋面粉，水，一颗鸡蛋，一小匙的盐，加。哎，我真的好丑哦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切菜的姿势，应该就知道我几个。没有在做菜。很明显吗？蛮明显。他超厉害的，你看我在那边切，切了半天，他已经弄好了。搅好的样子就像现在这样。哒啦，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如果比较简单一点，然后可以吃比较多，炖那种五花肉、咖喱饭的。咖喱，你会做咖喱？我超喜欢吃咖喱。咖喱蛮简单，就丢咖喱块下去就。因为这个锅子的缘故呢，它就是帮我们塑成了一个圆形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猪肉片加下去了。他说想加几片就加几片。我先，等一下，加好先。看吧，看吧。耶，这是万无一失的做法。有一点香味出来。嗯，好香哦。我喜欢看那个小小厨神跟厨神当道那种。有那个按摩帅哥叔叔到我家。好。你喜欢吃什么菜？不爱吃菜。不爱吃菜。跟肉比起来的话，还是比较喜欢吃肉。好，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的大碗烧架。怎么那么粗？他们不是那个洞都很小。我们比较大方。我们对，我们比较大方。我们做好了，耶、yeah!！他第一次吃大碗烧哦，其实蛮好吃的。他说蛮好吃的耶、yeah! ！我觉得大碗烧最重要的就是酱汁，然后刚才酱汁是我煮的，所以他说好吃就代表我煮的很成功。外皮还是有点脆脆，我是比较喜欢吃脆的。嗯，我也酷。不安居料理今天成功了耶！ Yeah! 我们不安居厨房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什么时候支持我们的窃金家小旅馆呢？来，就是窃小金。对不起，窃小金家的旅馆。对不起，我重来。